全国之后，现在升格当老师，我们欢迎南志騰南老师。有请我们的南老师。谢谢各位。你好。大家好。今天带来的共鸣王，老师讲一下吧。没有，本来想唱台语歌啦，因为他们说版权的关系，点的台语歌太新了，对，所以逼不得已只点到我最先出来的比赛歌曲，这样好啊，可以看你功力有没有增加，真的吗？对，一样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，张学友的《三天两夜》，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非常。